像经典老歌，歌手萧敬腾一登场，歌声立刻征服不少资深粉丝。萧敬腾坦言，这回特别紧张，因为不同于以往，这回不仅台上歌手都是60、70岁的资深前辈，就连台下观众也都是中生代以上的粉丝。而要向前辈们致敬的，还有老鹰三少毕书尽、陈势安和陈燕宇。堪称是千岁宴的演唱会筹备就耗时2年8个月，由余光领军带领包括张建荣、徐庆富和 Billy 等50位歌手接力演唱60首脍炙人口的西洋歌曲，就是要让歌迷们听得尽兴，也让这些资深歌手们能够再重回久违的舞台时光。记者陈嘉文、张佩瑶，台北报道。